morning, guys. 现在我拖着这个小 Tory 下来 car park 这边，要帮阿旺他搬东西，因为阿旺呢，他们那一间家呢就慢慢的把东西载过来，然后等到三号那一天的时候，他们才正式把大家是搬过来。但是在之前，他们就慢慢的把这些小样的东西搬过来，这些小小样的东西。所以现在我就要帮阿旺的忙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搬上去他们的家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把东西搬到来阿旺的家了啦，所以给你们参观一下阿旺的家。其实跟我那边是一模一样的。然后这些东西还没有找好咯，因为刚搬进来，所以前面这些完全是跟我们那边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是家俊的房间，大马六哥的房间。然后这个是小明的房间，他走这种木屐烧啊，应该是他走木屐烧噻。还要白色配浅木色。哦，木屐烧啊。他的桌子也是白色。哦，是啊。就是要整个很 fresh 这样就对了、哦，因为你们最近在改革嘛。是。在走这小趋势。想要尝试让自己变成那种。Okay, 所以这个是走浅色系，然后另外一间就走黑色系了。啊，这边是比较，这种是比较暗黑系，现代感啊，现代感。对，比较 modern 啊。现代感。哪种？你看它这个用黑色，然后黑色，然后背也是用黑色，然后 controller 也是黑色。这间应该跟我有点不一样。如果细看的话呢，你们可以发现到它的这个板哦，对，全部房间的也是。Ivan 的会比较高的，我的会比较高，是因为我的那个是在最高的。对，我的上面是没有天的，多一个两到三寸。对，我的上面是已经是天台了，所以怎么两到三寸没有啦，应该一尺啊，就高一个砖这样子的长度喽。啊，就你们想象一下这边高上去，如果你们没有注意到的话，请看回我上一部影片，你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屋顶的差别、啊。OK， 我们现在回到了我们的新家，然后刚刚呢是回去沙包砸完最后的东西。看嘛，后面开灯给你们看一下。哇！满载而归啊！然后后面的那个 Bonnie 那边还有，这些全部都是 Oni 的狗笼啊之类的。然后有 Oni 的狗笼就会有什么呢？当然就会有 Oni 啦，因为 Oni 姐第一次来到了新家。Oni， 开开。Let's go。谢我啊。你到新家哦，开心吗？到新家了咯。哼。你。Let's go。他第一次来到这种卡棒的地方哦，他觉得很陌生啊。他刚刚一直在不安的那边叫。他以为我们要带他去卖。OK， 现在我做一个实验，我现在打开我车门，他一定很紧张。以我对他的了解。仔细看啊，我打开门了，三二一 ，Let's go，Let's go， 好 ，Stay，Stay 啊 ，Stay，Stay，Stay， 等 ，Good girl， 等啊。他很紧张哦，他很期待新家了。OK 啦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带他上去新家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已经来到我们家的门口。然后刚刚 Oni 是他的人生中第一次搭电梯。他进电梯的时候，他感觉啊，他整个很紧张，因为我抱着他嘛。然后进电梯那空间的时候，他全身竖起来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怕那个空间，因为那个空间对他来讲，可能会让他感到焦虑还是怎么样。所以现在我们要记录 Oni 的第一次入新家的反应。对。OK，Let's、okay, go。OK， 那现在这边熟悉一下先。很好笑耶。他在嗅这味道了吗？熟悉味道。OK， 准备了吗 ？Oni，Welcome home， Oni，Let's go。对，跑进来你。新家哦，欧尼，你的床在那边，你的床。我有他有点怕那边，他也不敢去这样远见。我觉得他上手电了，那跑去后面了。对，跑去那里。他上手电。OK， so 欧尼第一次进新家的反应就是这样子。
他感觉好像很 fresh 很新鲜这样。老弟，你要去哪里？那小便便没有啦，那是感到小。小便了。哦，是哦。谁？谁啊？OK， trainer 在厕所角，这边 B B B 这边。谁啊 ？trainer 在这个厕所角 ，OK。嘻嘻 ，Go go go， no go go， stay， OK， OK， 把它关起来，全拿在里面小便，他下来了，嗯，要，小便，嘻嘻，嘻嘻。小编 ，OK， 奥尼他果然在那边小便了，刚刚我来不及拍。奥尼 ，Good girl， 奥尼 ，Good girl， 奥尼，西西这边 ，Good girl， 嗯 ，Good girl， 给他熟悉环境，给他熟悉一下，嗅一下，给他知道这边是小便的地方。奥尼 ，Good girl。哇，老诶，刚刚小便，现在就大便，然后我踩到他，还好心大那边，然后给人踩到，哟，狗屎运，什么鬼呀 ？OK， 老弟，你的新屋子的第一泡尿跟第一泡屎都大得很对，来，老弟 ，hand， 喜欢吗？新家你喜欢吗？嗯，你喜欢新家吗？嗯。他还在熟悉这环境啊，到现在很忙啊，跑来跑去一下，这边修啊，那边修，这边修，那边修。老尼，喜欢新家吗？老尼啊，老尼，老尼 ，come， 还是转圈圈。是那个冰箱我开店了，那个冰箱下午搬来的时候，因为冰箱新买的话，就如果刚上来的话，冰箱是不可以马上开店的，不然的话对冰箱很不好。所以现在我们也隔了，从下午到现在应该有很多个小时了，然后刚刚就正式的把冰箱的电启动了。然后这边你看，非常的乱，这些箱子其实都蛮好用的，所以我们暂时不要丢先，因为我们要用来丢垃圾的。里面有一些纸皮啊、垃圾啊之类的东西，所以就是不要浪费，因为可以用来丢垃圾。OK， 今天是阿旺的搬家天，然后阿旺搬家嘛，可是现在呢，就在我的家，扔着我们的那个家具，这些沙发啊，这些 TV cabinet 啊，然后这些桌子啊，都是现在要搬去阿旺那一边的。原因是因为这些家具哦，跟我们接下来要布置的那个风格不一样，所以就是阿旺他们也对这些家具有兴趣，所以他们就联络了我这间家的那个物主，然后就跟了这个物主买下这些家私，所以现在就是叫这些搬运工人呢，就把这些家私搬过去阿旺那边了。你们看阿旺几轻松，哇，还没有搬家，那脚翘到这样。OK， 刚刚阿旺那边呢，其实已经全部下完货了，但是刚才我没有拍到啊。但是我接下来会再过去，然后给你们看看阿旺那边的家现在是什么情况。OK，TV Cam 店，拜拜。然后两排我家也是好。怎么？给你们看一下，现在有几乱。是过后改起来了啦，是你们就一下到是，所以我也是一直在拍我这一堆东西，这一堆箱子哦，我们现在整理不到，因为我们打算还要去买一些家私啊，然后还要做一些东西之类的，所以这些东西我们现在也收拾不到，不然的话到时候也是白收拾。OK， 我们现在来到了阿旺的家，
的壁纸他们刚拆完了，所以现在给你们看一下阿旺的家到底有多么的乱。哇！你的东西怎么可以多到这样子的喂？怎么可以多到这样子？哇！我的只是你这边的 50% 了，你还有这边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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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，二三十吧，我觉得。没有，我讲这一堆啊，这 50%、啊。哇，夸张了！你们看他们的家一搬进来啊，直接是要什么就有什么了，成型了已经。你看，要灯有灯，要桌子有桌子，沙发有沙发，然后桌子什么是有点太多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冰箱、水机，然后还有什么？不过我要删减一些东西，因为太多了。小冰箱啊，大冰箱啊，水机啦，什么机都有。可能要敲一下，因为这个冰箱放的有点怪的。是我的那边冰箱也是放那边，也是暂时的。现在我们来看看 Charles 的房间，这一间就是 Charles 的房间。OK， 东西不多，他是眼看这样子，他是走比较黑色系的感觉，是吗？对，黑色桌子，然后黑色衣架，然后黑色帽子，然后黑色的猪。OK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小明的房间。哇，小明的房间是我目前的心目中的 MVP， 因为他的色调非常的清晰，非常的清楚，一看就知道他是走紫色系的。厉害，这样都给看得非常的清楚，一看就知道这个色系是走紫色带一点粉红色。厉害、欸，一眼就看穿了。OK， 现在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家这一边，在就是做一些华人的入住新家的仪式，就是拿着这个，可是这个是不是正确的啦？对，因为我们不是很懂，所以我们就大概好像保一个平安，对，保一个平安这样子做，就是华人的习俗，就感觉上这样子做过后会，会有一个心安这样子吧。然后我们这边的沙发、桌子啊，那个 TV cabinet 都已经空到完了，所以现在我们最重要做的东西就是快点去买沙发，然后快点布置好我们的家。所以你们也要跟我一样很期待布置过后的那个成品是怎么样，我自己也非常期待，因为现在是五月头嘛，今天是五月三号，所以我觉得啦，布置到来啦，应该是五月十多号或者是五月二十多号就会完全的成型，非常的期待。